欢迎回到《美度新闻》，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二十九日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，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，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将于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访华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，访问期间，习近平将同普拉博沃当选总统举行会谈，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。林健表示，中国和印尼同为重要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，传统友谊深厚，合作密切深入。近年来，在习近平和索科威的战略引领下，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，进入共。 建命运共同体新阶段，普拉博沃将中国作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家，充分体现了中印尼关系的高水平。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，进一步巩固传统友谊，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，为地区和全球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。 中方祝贺普拉博沃先生在总统选举中胜出。习近平主席已向他致电祝贺。中国与印尼是传统友好邻邦，中方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的发展，愿同印尼一道努力，弘扬传统友谊，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，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大发展。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